最后带来一首自己的创作。那对我来说，这首歌，算是今年度我最重要的歌，主要是写跟自己对话的歌曲。那有时候我们都会失去勇气。那曾经有一位老师告诉我说，当你觉得没有力量或是快要掉下去的时候，想象一个30岁的自己，那他在旁边陪着你，牵着你一起走的那种感觉。这首歌叫做《海平面》。谢谢。我们拥抱在这海边。
平面，温柔河水透明的昨天。谢谢。